千惠，看来真的2020要活在那恐惧当中嘞。没错，你看看有这个李小姐的妈妈，好，还有这个陈大姐，以及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桃园老奶奶。那我们身边可能还有好多好多的人，怎么最近呢，完全都因为涉违法的关系被警察约谈找上门？好，刚刚我如你所说的，对，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惊恐中。龙剑现在在线上喽。对，所以龙剑仙告诉我们，我现在有点错乱了耶，我是活在2020的台湾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活在过去，人人心中有一个小警种的社会，这么恐可怕？这是台湾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的可怕了？龙剑仙，啊，人甲你批评两句啊，甲你念两句啊，你讲阮是乌的，台湾是已经走到这个无法无天、独裁的地步，哪呢？阮缴税金要创啥？所以今仔日这个政府袂当得到人民的疼心，得到人民的拥戴，既来又足啊！我看到这些市民今打来我电话，打来我服务处，我下早时的新资料，大家都在讨论这条啊呢。伊讲，你去问阿妹，伊讲你去问阿妹，我问看你去问阿妹，大家拢想想要来问的。好佳哉，咱的人民，伊知影，伊有受教育。伊知影国家的法律袂使安尼用，所以大家即马变安那，有去有惊到无？有啊，禁悔。嗯，伊讲我那卡啉来十日尔，十日啉来好过，票甲断了，甲病了掉啦吼。如果一个政府是不顾人民台湾的民主发展到这个程度，民主自由参言论自由。那安尼，恁就是伫郑南榕的身躯顶，搁在泼油点火，这就是即卖民进党。是蔡英文，你想看叶菊兰、因翁婿，当其时讲的讲为着言论自由，恁安那克制国民党？国民党做出什么款的处置？过程不管如何，谁那遮侪人肯定郑南榕为着言论自由，伊最后付出伊的性命。那么伫安尼的情形下，蔡英文总统甲民进党政府，恁今仔日用着国会多数的暴力，然后不但通过反渗透法，而且呢加强要求阿伯一支乌手，这支乌手指挥调查局爱针对社会秩序违法，但是社会秩序违法，因为唔是调查局的业务，所以调查局情报收集了。哎，李刚有破一张，梁家破一张，马千惠破一张，上有破的，直接的怎啊？等我警方，我警察去查。我跟你讲，我问到的警察，大家拢跟我讲，梁家兄，我有够衰，你看，等来啊，啊，等来边啊，我若无办哦，甲反正换调查局查我，你知无？警察无跟你问，换调查局要问警察啦。我看咧，恁听有无啦？嗯，听有啊。即个警察就讲，伊等好伊嘛，伊法务保管的嘛。警察讲是内政部管的嘛？是调查局甲你呛讲，咱是无敢报的哈。嗯，啊，你要办唔办谁在领啊？哎，安尼意思是安那？是你警察人唔办我，我办你警察，你听有无？嗯，所以造成这样警察，警察是无奈，你听无？因今仔日讲，我有够衰了对了。啊，收到啦！我即马就爱叫户口去对人，两家来签一个，阿妈来你签一个，是要签啥啦？啊，你是要搞吓惊？所以我宁可相信有一挂警察已经叫不来，因为但我如果我不去办，他要办我了，他要办我，伊安尼有厉害无？伊用安尼甲你环环小考，用 A 牵制 B 去牵制 C， 哦，啊，恁若唔办就对啦，恁这警察去白目，即马警察来咧反弹，你茫想讲警察是帮凶呢，唔是呢，即马是警察咧反弹呢。嗯，啊，这都唔免办了嘛，过期啊，靠，叫阮过去办这嘞、嗯。比较早要咧查户口，搁较恶心。咧查水表，即马咧查啥？查手机啊。警察又来查。啊，查人的手机啊。所以，我是看个警察，但是我希望这有良知的警察，你要依法行事。什么事啊？社会秩序违法，追溯期啦，两个月，超过两个月案件。你就唔免办，所以伊今仔铺出来这条是十二月十九铺的，这就是安那，伊去执行就是安那，还未超过时间啦。哦，伊收着所以去，啊，超过两个月警察绝对袂去找，警察无遐白目，警察会去甲等等去调查局。啊，调查局就无伊，伊就无伊皮条啊。但是即马调查局就轻啥，轻只两个月来哦，你若无办，你无办，你就话你有代志。
你甲看卖啊，咱的国家是当时变成警察帝国的啊，变成警察国家，迫害民主法治，一切拢化为乌有的时阵，当台湾的民主那是被迫害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乡亲时代，咱台湾的民主那是迫害掉去啊。咱台湾的海峡，中华民国无啥物通去含大陆计较啊啦。咱防止大陆渗透，就是讲啊啦，要求有权力的人，要求蔡英文，要求马总统，吴敦义，贾良介，哦，李俊杰啊，李俊杰即摆嘛无讲实，哦，就讲要求恁这政党里，恁这有权力的人，恁才会出卖台湾啦。无权力的百姓，伊是要哪出卖台湾啦？是对不对？对，是恁这针对公职人员，咱来严格严格，是严格去约束这公职人员的言行，哦，加着伊对着两岸交流可以，但是宗教，蔡总统讲啊，恁拜什么神拢无关系啦，啊，恁做禅也无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大大有关系咯。嗯，你即马那是一斤卖30块，咱台湾巷口有那30块，我跟你找着好的通路像油啊，我跟你卖42块。哦，你中12块，你就是去用收买去。伊有哪会使甲你调门？你听有无？嗯，调门看你有去用渗透去无啦？有去用工作去无啦？安尼你看看，台湾变什么国家啦？所以龙介贤，现在光是一个涉违法哈，就已经是这样子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了啦。那么接下来你看到已经三读通过的这个反渗透法，它是不是株连更广，威力更强？当然啦、啊，所以我唔好讲，咱唔是要废掉哦，对吗？修正案啊，对公职人员有权利的这官员，文官也好，公职人员也好，严格约束保护国家安全的法条。但是对着凡夫走卒、打苍白菜、庶民瘫痪、甲劳工，伊都你绝对袂使甲干扰，否则台湾的民主自由就化为乌有，这是足严肃。但是因即马毋是全面甲你绑了。一条网啊，啪了，全部拢是。是，然后你是，你唔是，是我的认定诶、嗯。我认定你唔是，放你过，家己诶人。你若骂韩国瑜 ，OK OK 哦。嘿，现在你讲错英文，念出来，念出来，甲火起来顶层，伊是用安尼呢。所以，这个话是属于无公平、残害台湾的民主才恶习啦。所以我认你讲，只有人民无道，你袂使做肉店顶头迄块肉。要斩要剁要抬要刮要煎要煮要煎，谁在用？袂使，人民做主。啊，若无，你就继续互伊甲你查水表，查到互你三更半暝，佮甲你叫起来顶放尿，我无骗你，困到半暝啊，佮甲你叫起来放尿一遍。实在讲的，这个生活是50年前有人在过无？有，地色的恐怖。是50年后的中华民国，竟然佮重达50年前的福田，我感觉讲。民进党这立法委员，敢讲恁的良心拢去告暴去啊？你会立党立这个法律干安呢？可悲呀、啊，可叹、啊！国安局他如果在全面监控所有的网络 FB 的话，那国安局上行单位给了公文，给了当地的警察局的时候，警察局到了你家按电铃，谁敢不去？谁敢不听警察的话？小老百姓们不懂啊，大家只得乖乖的跟着去啦。没错，而且呢，看到这、听到这，我们真的觉得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，有多厉害呢？我们就拿在现场的李小姐她妈妈的这篇，好被说是造谣生事的文章，好。他其实脸书上只有4个人有反应嘛，4个人按赞嘛，一次分享嘛，对，可是他可以在每天这种成千上万，很多可能这些粉专可能都是数万人、数十万人，对多少的这些贴文当中，他去海捞，大海捞针捞到这一篇呢，居然还可以捞得到，捞得到，为什么？所以我说这个国家机器真的很神呐、啊，文山伯。这个问题出真的多，你敢知影？这个问题是出发生在你的蔡政府用钱，叫做李进用啊。普遍社会制造对你对你的政府无信任感啦！你的李进龙，你的中选的主委，若是过去无当无派，这样子这百姓才惊吓，家己接到，你讲你中选会的代志，敢无接甲怎啊拢无在条群？迄是你蔡政府造成的，你敢知影？这个大事有外无奈？他只是转传，为什么转传？人家是对你政府的不信任，为什么提李进龙？中选的主委可以为着要做主委，甲中间。放掉，就是超脱党派吗？再干这代志吗？你要假车，你叫伊换掉，门啊再去假菜，你要死。嗯，这个
问题最大，社会的乱象是在这里，这位大姐是无辜，也是在这里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自负啦，不是你起，不是不相信你政府啦。我刚刚的大大跟你讲啦，啊，进将起在跟前，有华哥，你想一想，听到真讯就已经很可怜了。你刚刚敢反作证，你可以反录音吗？调查员在跟你争执，你可以民众不敢做这些事的。你刚刚有音吗？啊，你不是在你惊你的惊死呀、啊！文山伯他们本身就要录音，我知道了。我在，我在，这比真讯者他可以录音吗？他敢吗？他可以提出来吗？证人带出去是你在抓的输呢？证人也产生不可以带你输呢？刚才看到这，看到你的真正言，这样子的对待站台你的百姓。你要替你反正透法，你干脆立刻拒绝跟中国往来，唔干你头发够听。你把杨奇东海家高李威郎，当时我哪知道他是高官，我哪知道他是中共的干部。我哪跟你说，我哪跟你吃顿饭，反正跟你为着小青梅六钱，等下所挣等，你爱去该税该税未了。是，两家讲的不是无影啊。伊嘛要好笑啊。卖三十块，我伊卖你四十块，你难道你无需要农产品更加好价吗？我家人拢该死吗？会使安尼做吗？讲到这就真正会用，唔是一块刀啊，等到要判也无路用。百姓爱精神，普遍的对你政府也无信任，不是今天你委员长文告在讲的那一些，你唔是讲遐人就听下落的。你怪你所做的代志，你有承认，你有开出来证件，有做吗？有做吗？你过去干你，我就告诉你，直接点名，司法中不中立，先放陈水扁给我看看。陈水扁讲得很清楚，陈水扁代志都给他炒成这，你都还要连底背省，你都要欺负家，手无寸铁，手无百家之力的背省，你真正要官逼民反，你真正要继续推行这背省，叫小李好，你既然跟你发人，给人个鬼，不要紧，干脆你一个拒绝跟中国往来。讲到下句，讲到言辞就无路用了。直接跟中国往来，搞到这百姓，何里何度，唔知伊打着陷阱，迄粒地雷也打着两条四条条伊也唔知。剩下有个求助无门，伊要加上参照。就像我在做讲的嘛，你有百，你百姓互踹门，惊你就惊死啊！反了你就死啊！你还敢敢反作证？无人百姓有迄种胆啦，加等下小弟加讲个啦，惊到要死啊！迄都无可能个代志嘛，迄绝对保证唔敢。普遍引起无信任，对着政府无信任，这是目前百姓喜欢、甲看法，唔捌想着遮俩讲啊，唔捌想着遮其他，还有反正做法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种拜神的人实在是啊，足单纯。那个神就伫大陆过来，无啥物唔对，你倒是真神，唔是大陆过来。怪遐交流，嘛是讲授本证言。最近而已嘛，新君而神神根而已，找出怪气的发源地，怪气的文化，原先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呢，我还查一个，哪一个是那个共产党的党员？共产党的干部，他有贴在脸上吗？拜神的人休假给拜拜，上街上化小嘛，又休年。是，安尼过来，会不会又变成这些百姓的误入陷阱？回来要不要征讯？要不要约谈？对，讲一句不对，拍谁？不是罚款。就是被困，这是被谁目前的无奈了。就像刚刚文山北所讲的，你接触到什么样的人？如果说你回到了台湾来，人家直接给你盖上一个红色的帽子的时候，你那帽子是政府给你盖的，你拿得掉吗？没有错，立刚你很气，刚刚文山北气到你知道俩拱了哦。可是我觉得台湾之所以可贵，就是台湾有言论自由，有百分百的言论自由。但不管你是刚刚讲到的反渗透法，我们现在很可能随时不小心就踩地雷哎。对，好，还有涉违法，我们看到已经有许许多多这么多的例子，可能接下来几天还会不断在浮现出来。那我要说要做到这样的地步吗？这不是打压言论自由吗？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以后都不敢再讲话了，明贤。网络警察成立的目的是什么？原本应该维护网络秩序，譬如说查诈欺、查诈骗这一些应该要查的。盗用账户啊，结果现在不是，现在来查谁？查李小姐，查陈小姐，查你 FB 里面有没有写不利于政府的事？对嘛？我觉得变成这样，变成是怎样？变成不是网络警察，变成网络警种，在查我们所有老百姓。啊，你到底在用查？文山北要用查，所有人都查，这很恐怖哎、欸嗯。我就变成有种另类的绿色恐怖。过去戒严的时候有一种叫白色恐怖，我承认过去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，在戒严的时候叫白色恐怖，冤案、假案、错案，很多人被查被抓的时候，不好没啊，那个宪兵来跟你抓去啊，现在就是这样子啊，你对陈小姐、对李小姐不是这样子吗？他不母亲不是这种感受吗？我前阵子我被外交部移送，当然不是涉违法，
我被移送的时候，在警察约谈的时候，我明带身份，我去我都会害怕了。等会把你拍好亏吧，录音啊，然后还开始录音的时候带领谁呀？对我来讲，我都会稍微紧张一下，我心中会噗噗跳。啊，你对一般人对陈小姐，那心里面更害怕了。你会惊吗？等会把你叫嘞，啊，那个摄影机镜头把你翕落，你看你会惊不？对一般人来惊不？这一定会有寒蝉效应啊，人人自危嘛。所以我讲社会法，2009年才办六件呢。啊，怎么嘞？2019年办123件，嗯，所以社会法就变工具嘛，谁下令叫网络警察去查这些人？国安局，就当初就跟戒严一样啊，就查了，就你骂韩国瑜没事，骂蔡英文有代志啊，你看这两个是安尼嘛，嗯，所以以后是不是要宣布像马英九讲的新戒严？阿盖，是不是我们大家要讲到蔡英文要理政？啊，甚至要起立，以后网络家里还要挂他的肖像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以后他都不能骂蔡英文了，就完蛋了嘛。还有反渗透法过的时候更夸张，原本我有很多像我常常跑大陆的，我有很多大陆的朋友，甚至你两岸交流，你未免也会多少也认识那个大陆的那个国台办的人员嘛，对，他说基层的各县市的，我跟他都还不错，我们微信都有在联络，嗯，就昨天元旦哦，很多人赖贴图给我，我一个都不敢回，不敢回，我怎么敢回？连个图都不敢回。我回了之后，我来你节目骂蔡政府，完蛋了。就变成本身后嘛，里面适用的啊，你接受大陆的指示，大陆的委托，还好没资金赞助了，没有。可是你委托你怎么去界定？就像陈小姐、李小姐这样被约谈，你的 game 哦，所以这根本就是绿色恐怖、绿色威权啊，这帮都要出力，像政府完全不管哎、欸，这不是民主倒退吗？如果人人自危、人人恐怖的时候，就 combo 了、欸、以后讲到蔡英文都要立正，那还得了啊？